人我弟啊，弟哥俩啊，今仔日讨论到新加坡要杀一个端正英文哦，要抢救因新格里奇哦。啊，你呐国内你的这个蔡英文，就是讲你英文讲了就破啊，啊，是不是也会让你爱在心里口难开？来去趴哦，咱就和咱这个电影哦，咱这个小孩这个不笨的主角了，小孩在那个主角。小孩不笨呐，不笨的出墙。那不笨你是看不见是吗？我雄雄看这把镜看无啥物。来，好，那我先跟你们讲啊，你们三个小孩啊，英文呢是越来越普了啦 ，worse than before 哈、啊。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啊 ，English 哈、啊、变成 Singlish， 会让人家笑话，因为我们要走上国际化吗？所以我现在要端正你们的英文，不要再讲那 Singlish， 知道吗？要矫正发音了，本来是 H 要矫正了啊！知道了。Oh, Miss Cool， 你们大人管很多嘞，我的马德都没有管我这么多。你是个 Auntie， 你还管我这么多？你管了我的 Unhappy。对呀、啊、，Miss Cool， 你每次都说一样的台词，都是 For your own good， For your own good， 到底是 For your own good 还是 For our own good？ We don't get it 呢。不会啦，我觉得我马德说的对的，我相信他如果帮我们矫正以后，别人就不会笑我们是 Singlish， 而我们说的就是 English 了。妈妈的一定是 for 我用 uncle 吗？ uncle 一样的台词，不是 uncle 啊，不是掉天钉的，是 uncle 啊。哦 ，uncle， 哎，我用 uncle 的吗？是不是？那马德要不要？好，现在看你们，要念一下啊，这张啊，大家先看一下啊，这张上面有很多字哈。嗯。看你们认得几个、哦、来，都是英文的。Terry 来念一遍，跟马德念一遍。第一个，那个，第二个啊，第二呢，第三个，又，第二，接着我们，Snoopy 啊 ，Stupid，Stupid 啊，不是 Snoopy， 你看到没有，就是 Stupid， 你们整个字啊只认得 Stupid 啦，你看这么多的字你都没有一个认得的。Groundswell, Stuttering, Measurable, Imagination, Plus Plus, Afghanistan, Irresponsibility, 还有 Determination 的嘛。Stupid. Andy, 你刚念好几个单词，听起来都 sounds like the same. 差不多意思啦，就是告诉你要纠正你们的发音的嘛，是不是？好了，我跟你讲，这个发音是很重要的，这个不会啊，这样子教你们要最新的方法，要练英文的绕口令嘛，好不好？看一下这个。Andy, 你不要先教，你这样教啊，你这样子教学生的方法一定。Old fashion 了，没有人会吃你这套了没？对啊，我们现在要查单字，我们就上一个 website 查就好了。现在有个 website 很方便，叫 www.gongdaimaitong.com， 不懂就 Google 一下，什么单字都出来了。哇，马德，那个国宾跟文福因讲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你怎么越讲越像台西腔啊？是怎样？我们这边本来有些潮州那个地方，潮州人哈，潮州的啊，对啊，不能讲的是安尼啊，想的啦，都是这样的吗？想的嘛，我不是想的是厦门腔啊，乱讲啊，不懂就装懂，我们不要不懂装懂，让人家吓。哎，你也有东西啊，给吸收起来，收起来。我是说，我为什么这么 stupid？ 啊，这么 stupid 啊！我们不能让人家笑，笑话我们就不懂就装懂，这样就是不进步，好不好？现在纠正你们的发音啊！现在来跟马德，跟马德啊，跟 Auntie 啊，看一下这个啊。啊，这个先啊，我知道。来看一下啊。国宾 Philip，好不好？来 ，Terry， 你的 English 最好，来，你念一遍给他们听了 ，Terry， 哎，Fat frog fly faster， faster， 不是啊，就是 Fat frog fly faster， 知道吗？好了，看下一个，快点，这个，两没有时间了，两个就好了。安迪，我会啊。你来讲一个这个嘿。文夫。I sit on the shit, I sleep. I sit on the shit, I sleep. 不是 sit on the shit, sit on shit 好像坐在大便上面。这是 shit. OK, 这是长音嘛 ？Shit, I sleep. I sit on the shit. Shit. 啊，听你念是 shit 跟 shit。不是 shit， 是 shit。I sit on the shit， 是啊，对了，好，这个是最重要啊。来 ，Terry 来念啊。
The sword I sold was so the sword sold I sold so so the sword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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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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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哇，要好好学英文，要不然他就笑我们性格里去。妈的，你英文讲的跟那个黎智英、李老板一样好哎。OK 了，好厉害哦。好好学英文啊！好了好了，赶快去学英文啊！哎，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教你们。可是没办法、啊，他们上一代的环境跟我们的环境又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学的本来英文就是这样子，你要突然会说了说了说，真的没办法。哎呦，英文好难哦。好好好。我感觉英语啊，爱有环境来讲，安尼较紧吼，较紧学。来 ，Kimiko， 你敢那爱会跳舞哦？我等一下会跳舞。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说，还不跳？没有时间呢。哦，这那我可以跟大家讲说，其实学英文跟跳舞的逻辑是一样的。第一个字首发音一定要正确，像 thousand 跳在那个舞蹈里头，就像 wave 一样。wave 怎么做呢？你一定要把身体挺出去之后 ，and 胸口 ，and。And 到肚子 ，and 头往前，感觉你的头发往前拉，你就可以 rap 起来了。配上音乐就是这样。哎，起啦，起教授，起教授，你在后边吐来吐去吐。好可怕呢。第二个呢，就是破音，破音不是唱歌那个破音，是那个 point。Point 那个破音啊，那套在舞蹈里头呢，就像甩头发一样，甩头发怎么甩？头先下去，然后千万不可以从你的脖子上来哦，一定要从你的腰、腰椎到背到胸椎 ，and 就可以上来，这样你的头发就不会粘在你的脸上了。第三个就是重音，重音要怎么弄呢？一定要像Kimiko 老师示范给大家看，重音就要像脚步一样稳扎稳打的 ，and 大，大，大，是的，没有错，像 Kimiko 老师这样每天练习，你的舞蹈跟英文都会进步哦。谢谢大家。哦，看到这段，整个精神就来啊！呵，不错不错。哦，就我主持记者会吼，我刘真啊，白条条，你们看拢无啥有。好，进广告。好，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英文啊，要怎么讲？哦，新加坡式的英文，但是要听得懂为原则。Tony Chen， 我们最后再来教大家几句简单的英文。其实我真的是认为我们也不要叫新加坡 Singapore 啊，其实像台湾有些英文也是跟人家很奇怪啊，比方说在2010年的时候101在放烟火的时候，他居然秀出什么样的英文字词啊？台湾 up， 台湾 up。其实 up 呢，它的前面一定要放动词啊，不可以放名词，没有人这样子用的啊。虽然它的文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有一点贻笑大方的。还有很多我们喜欢去旅行的，欧巴桑、欧巴桑啊，到了国外啊，他们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啊，居然会问一些外国人哪里有 WC 啊，哪里有 WC 啊？其实没有人这样子问的啊，你只能问restroom。restroom 啊，才是厕所的地方。restroom 哦 ，restroom 就拍公哎阿公阿片。啊对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没有人讲WC 啊 ，nobody know 啊，甚至有一个欧巴桑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跑到男生厕所去了就人家他就门又没有关就那个男生呢进去之后把门一打开怎么是一个欧巴桑他就讲说I'm sorry 这个欧巴桑就跑出来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礼貌进门也不给人家敲门，还说我的门没有锁着 ，I'm sorry 就是也不把它锁起来其实他是说 I'm sorry 所以我希望大家出去的时候，抱歉，有些 international English 国际的英文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大家，谢谢。你好，你好，
啊，这齐家瑞教授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我是想说今天来，能够很荣幸来这边做个 ending 哈。我在这边看了很好的这个夜市人生。我做 ending 大规矩，大家不立为名的。有有有，其实我算是镇台之宝哈。啊，对对对，然后又看到这边跳舞。啊，其实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呢，学习他们跳舞。哎，你安尼人袂输真子造出来。不是，我觉得在那个学习舞蹈当中呢，学英文其实有一种方法啦，哈。然后那个 Tony Chan 呢，他用那种台式的这个英文的方式来教大家，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方法。Very funny, funny. 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我要讲说一些我们台湾的这个学生啊，一般来讲都比较懒惰一点啊，比较不上进，所以说呢，常常都是一些单字啦，就是在口头上面在就想就形成了啊，比如他永远只知道法克先生。还有雪特小姐，哦，那我想说我要写讲出来，免得要被罚钱。那我觉得说把这种都挂在嘴上的话，其实对英文来讲其实不是太健康的。要不然就是想说啊，我这样看看电视啊，然后来学学英文，但是永远都只是看到神奇的杰克，是不是神奇的杰克？要不然就是见了佛。那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太好啊。对对对，那台湾的人呢很喜欢讨论政治，那讨论政治呢，然后就是讲英文。那就是用蔡英文来做一个结束。那我觉得你英文太没有关系，你只要动口，不断的说，不断的说，然后用一些啊朋友们，然后在一起聊天当中，然后相约，通通要讲英文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的英文啊就会进步的。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啊，中共一句，讲英文一定要有环境，你不能学三天学未响哦，就边个人拢讲英语，你都学未响哦。谢谢大家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有超级选秀节目给大家，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